我想法是来这边的话，上课其实耳朵要好一点，其实有时候听起来会有点不习惯，就听起来会觉得有点复杂，其实听久了就有点困惑的感觉，所以回是。去都要再看那个影片，再重复看一次，再听一次在做什么。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教的内容，我觉得有时候教的内容跟其他外面的有点不太一样。然后再来是这里是团班，实际操作感觉更重，然后感觉像是更从基础再开始做起。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那个即兴的方面吧。我觉得即兴方面的话，就是就像刚刚讲的，上完之后其实大家知道他即兴是要做什么或做什么，做什么会比较好一点，比较有角色的感觉一点。他们都知道。应该说我是被接上来的，啊